来一级学个 E A 走，让他打。有耐心才是好猎人，否则就是死猎人。好，有 E 上 E A A 吃药往前走 A， 再 A 再 A 再 A。来，上来来 ，E A 走，有盾不打了。看看他有没有饼干啊，他没有饼干我们可以继续，但是要等三级，二级是打不了的，二级他有 E， 他直接 E 过来我们打不过，往后拉一点啊，这边别往前上，往后点，稍微往后点，好，这边升到三再跟他打，好，好，先让他 A， 别急啊，吃饼干，来闪现走，别急，回头这一脚踢我没扣出来，我操，直接回去传出来，没带点烟就点到为止吧，把兵线卡着，叫我带点烟，哎呀，点烟虽然能杀他一次，但是意义不大。双多兰这个斜着的 W 那么厉害呀、啊！还用脚踢我耶、老老实实用手是不是，这家伙这怎么整？等待会带来丰厚的，希望他们的河岸多过几周。小兵挺会玩哈，
我还有一瓶药，他已经没有药了。这玩意儿他不好杀吧？挖掘机才五级，小驴人先扛。哎，别死！太惨了，我要写个惨字。真惨呐、啊！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千里。我打上路最近有一个不好的一点是什么你知道吧，就是一旦劣势了就起不来了，就会以导致我们就没用了你知道吧，这样不行，得想办法给捡起来，这就是俺老孙的本事。还是可以杀，你干嘛放这个位置啊，你直接放他塔后边不好吗？俺俩还可以把他杀了。26秒有船，哎，后边能有。这还是个 AP 努努呢。我有船，一会儿这个位置可以给个眼儿。中路我来一波试一试。我有踢，哎呦，要是我们家挖掘机来就好。还杀呀？
是真厉害，我发现了。来个人呢倒是啊，你说下路那挖掘机往下走啊，这波这波在上路干嘛呀？还给我点钱，好像还给了点助攻。和中路杀发条，发条死了吗？哦，发条死了，那还行啊。哎，这波兵线可太多了，我不知道这努努搁哪呀。小龙马上刷了，我现在能一打二，只要先杀努努就可以了。你看人家这卡米尔又捡起来了，看着吗？又捡了个人头，他还不是传的，他是跑下来的。我闪现上寒冰追不上，我下边再闪杀他吧。哎，操了！那 ADC 怎么过来了呢？死定了 ，A 死吧。咋整你这？人卡米尔四个头了，这都咋拿的呢？这人头呢？真的好怪哟、哦！杀！
兄弟，我服了，这会儿大放的，哎，这必死的人没啥了，我的天哪！头都痛。别上了，别上了，别上了，拉倒吧。真的好难受啊，我操，这种必杀的人没杀了，特别断节奏，哎，真膈应，你知道吧。哎，你为什么不回去呢？节奏好乱啊。没有眼儿，求你了。可算他妈杀个人，可不容易。哎呦，哎，小龙，小龙，小龙。他们家的金身是真是有点多呀。不行，我们配合没有对面好，我们家配合比对面差太多了，有点。可不容易，可算杀个寒冰。哎呀，杀两个人也打不了龙，打龙发条就全杀。这龙怎么好打呀？哎呀，不好打呀。没法上啊，兄弟啊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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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不过快跑。别打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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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别打了，求你们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们这波要打了就输了，千万别打。我这回城也是醉了，也是醉了，简直是醉了。不去了，那里头不好去，他们满状态，满状态你没视野。
不行啊。0-7 4-5，猴哥今天怎么了？你猴哥就必须10-0啊。我寻思4-5也没毛病啊，4-5咋的了？还有金身呐，沙漏还行，我到了，我到了。他们家后排伤害太高了。不是缺前排，玩的不行。